明准妈咪大肚婆关心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家姐你好。热闹乐坛啊，当然系可以同大家分享咧怀孕嘅喜悦啊。不过我哋呢度系叱咤乐坛，系我哋呢啲咪后先讲。好，等你开心，亦都恭喜晒啦，谢。咁不过咧，关于音乐嘅咧，都可能关你 B B 事嘅。哇，派只新歌《空心人》咧，头嗰橛啊，已经听到你唱到好似想喊咁样，其实会唔会影响个胎噶？其实这个趣事咧，而家先可以分享呢个秘密。系，因为其实录呢只歌嘅时候咧，我系啱啱知道有咗 B B 嘅，咁然后咧我就要去书文度录音，咁我谂啊死啦！咁點咧？錄音你要企起碼三四個鐘，我又中意係 non stop 咁樣，唔係好去廁所咁樣就錄。仲有咧，係啱啱同我先唔講得俾人聽。係啦，咁啊，咁點咧？咁我點樣坐咧？又冇得休息噶咯喎。咁我就唯有不如咁啦，話雙腳啦，即係講咗個美麗方言，其實書文都唔知嘅。而家喺呢度話翻俾你聽，咁即係腳傷。係啦，我就攞住嗰啲嘢。系咁样扎住我，我书文我只脚咧唔系好舒服啊，即系扭亲，我可唔可以坐喺度唱？因为理应系其实唔系咁好嘅坐喺度唱，因为啲气争啲嘅。咁佢唔紧要，唔紧要。咁佢仲好咁啊！你拣啦，你想要边张凳啊？高低嗱，你总之拣到舒服为止。咁我哋录嘅时候就坐喺度录。咁啊，第二个 session 都系差唔多时候，咁啊又过咗两个礼拜又再录，咁啊又系脚伤啦，咁啊未好翻，正常嘅。啊，使唔使介绍医生俾你啊？啲咁耐。系啦，咁好啦。录完第二个 session 之后咧，第三 session 佢去旅行，去完翻嚟，其实一个几月之后噶啦。咁佢就要录埋啲和音，自己录翻。咁去到你仲未好翻啊？你有冇睇医生啊？跟住我话唔系，其实我好翻噶啦。不过上两个 session 我哋都系坐喺度录，我而家都要企喺度录咧，个气个运气咧应该唔啱。系啊，讲得啦。跟住系都系 O K， 我 O K O K， 咁你就坐翻喺度录，我嗰个感情系坐喺度噶，所以我系啦。即系如果之前系屈住嗰条气咧，其实应该要翻嗰把声嘅。系啦，所以嗰个姿势应该要一样。系啦，所以而家佢先至知道。你都估惑啦，妈咪真系好笑。原来系咁。咁样嘅，啊、喂，咁又真系，当然系开心啦，知道有咗 B B， 但系又要去录一首咁惨情、咁苦情嘅歌咧，自己点样调节好啊？同埋需唔需要同小朋友讲句，嗱，唔好意思啊，而家我要运用啲，即系嗰啲忧伤情绪出嚟啊，咁咧？好彩嗰阵时佢都系啱啱啊，即系一头嗰个几两个月，咁佢未 develop 耳仔噶。是三个几月先 develop 嘅。喂，而家我哋讲到好学术性嘅问题。系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实应该冇影响嘅，佢听唔到。应该听唔到嘅，但系我录嘅感觉咧，就觉得其实有少少 burden 嘅，因为你始终真系日日有负担，有负担。哇，呢个歌仲要我哋系要揾条路，系要好嗰、那个 set 唔系一般嘅 set。是你要呃那些声啊，不是平时以前负担不起，一拿出来就唱那么惨那样就来了。即不是那些爆裂爆晒出来就算，你很在内心世界的。他这个不是要跟你，不是要跟你哇我的朋友我现在喊一场那些，这个是自己锁埋到门，我现在准备可能就是做锁匙的了。我不想跟人 share， 我不想被人知道，我自己那个感受是行尸走肉。那其实是惨到是直情哇。自闭加抑郁加忧伤在里面，咁书文话呢一个系你一定要用一个好唔同嘅方法去演绎。如果你用翻你之前嘅话咧，呢只歌出唔到嚟，听唔到呢只歌噶。我听到嗰个斗争系，我而家本身就有一个新嘅生命。呢一首歌第一句就系、是、忘记我有生命，腐蚀每个表情。系好辛苦嘅，其实真系谂嘅时候真系。唱我想啲画面，但系慢慢书文真系好，书老板真系好犀利，佢可以将我抽离咗我自己嗰个身份，去咗呢个故事里边，咁慢慢抽离咗，我已经冇得再理我自己嘅身体，我系去咗呢一个境界，咁就帮佢揾咗呢一把新嘅感觉出嚟咯，我反而个人开心咗咯。即是有了小朋友的时候是个情绪是没有了那些 sadness， 所以反而我难是我要怎样进入这一首歌了，是的，这个是真的哇准备戒下去那一下很痛那一下，他还要 remind 了我十次，所以准备戒的了，你戒那个情绪你在想什么，你现在那个感受是怎样，你是怎样的，哇那一下直接是我现在真的很开心即是
里面的佢都开心系好难做呢件事。点样有一个性格分裂得好极端？最佳女主角嚟噶咯，其实系。所以真系要演出嚟啦呢下，唔系话突然间自己本身有啲人本身啊，我呢排好 sad 啊，所以录落去我好容易进入啊。呢个系好容易，好难进入。点样进入入去呢好多嘢，咁所以仲要系家有喜事系咪先？啱啱先知道有咗 B B， 仲要录啲咁惨嘅歌，仲要去戒一戒咁啊！双倍难、啊，真系好难。咁又仲要个监制又唔知道，即系舒文又唔知噶，唔讲得俾佢听噶。咁所以佢都唔会觉得喂嚟啦，继续戒戒戒戒。哇！戒完嗰几日之后，我成翻到屋企。唔掂啊！好耐未试过咁样，因为我之前嗰啲歌唔系已经冇系呢啲咁样嘅痛啊。呢、這个唔系话俾人抛弃个痛咁简单啊，系你自己已经谂住个生命完结嗰个感觉嗰个痛，系好绝望。系啦，绝望啊！嗰、那个系 dark 到冇得再 dark。嗱，关家姐之前做几次访问咧，都会话：哎呀，我想唱啲开心啲，或者自己玩翻自己嘅关家姐，亦都系好 signature 一首歌啦吓。但系当别人写俾你嘅时候，觉得好啱你嘅时候，啊，原来可能又系惨歌啊！当然惨都有好多种惨法啦吓。系关家姐自己点睇？其实我会唔会系我嘅声线，或者我对于呢一啲歌曲嘅掌握，应该系大家喜欢。我想离不开人哋嗰个感觉咯，即系 at least 可能人哋一睇关心妍，佢起码睇到个惨字，好过一个字都睇唔到。即系可能我睇关心妍嘅真心，佢系有幸福两个字嘅，非常幸福。但系如果你话譬如喺歌曲上面，歌曲上每一个其实差唔多每一个音乐人都会系好好笑啊！一睇到关心妍打嚟啦，哎惨字系啊，所以每次其实你唔俾个框框佢咧。永远佢都系俾惨嘅，一定系噶。即其实我冇 request 咁多年，我冇 request 话我一定要开心唔开心。唔系反而你写开心嘢嗰啲，喂啊，我哋不如玩首玩嘢啲嘅咁。系啦，所以关关姐先出到嚟。系啦，所以真系要俾关关先至唔系惨。好奇妙，譬如 Aga， 我冇话要一只咩歌，你度身订做俾我嘅，你 feel 咯。咁佢 feel 到系依一个感觉，咁可能我带俾人嘅唔多唔少都系有呢一个特质喺里边咯。